少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可以打给郑爽吗？这个不知道他有没有休息啊？先打吧，先试一下吧。睡了吗？郑爽特别有规律啊。嗯。不急。睡了。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肯定睡了。好失望吧？我们这时段也太不正常，那怎么办？玩完这个游戏，我有一个经验，是吗？睡觉一定要关手机。喂。喂。小爽吗？嗯，对啊。哦，对不起啊，你是不是睡觉了？嗯，对啊，你打电话给我了是吧？对啊，你是不是在拍戏啊？对啊，我在怀柔拍戏啊。哦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给我打电话了吗？好晚。没有啊，是。是有做梦，就刚才是有做梦，梦到我给你打电话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啊？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想搬进家，怎么可能呢？到后来好像就经常在想。哦，因为我们也有很久没见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呀、啊，你今天来干嘛呀？没有了，今天心情特别的不好。为什么呀？因为。就是家里边出了一些事情吧。对啊，因为今天刚刚也去过医院，但是你知道那种无力的感觉吗？就是因为我真的想，真的不是用钱能够解决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家有亲戚嘛，然后他生病了，然后现在要做骨髓的配型，所以今天去了医院，用家里边很多人都不可以，我也不可以，所以如果你能够帮到我的话，你愿意吗？怎么帮你？就是这个是需要去医院做一下骨髓的配型，就要需要很多体检啊，就是。可以啊。真的吗？感觉不可以的话，当然了。钱呢，小爽？检查呀，你该出席啊！还要等你休息了，真的真的，谢谢谢谢，好吧。就不是替你们解决问题的。啊？你请我吃饭呀？吃饭？好啊好啊好，真的，其实刚刚我真的就是差点哭出来，真的特别感动，谢谢你。好温馨哦。哇。